Hello， 虽然我看不懂你讲什么，但是我想翻译一下。Hello, my friends. My 有一个 PLS play my map 847。哦，这个侦测起来，希伯莱雅文。如果你不在我的舞台上玩，你就是一个混蛋。早知道不要翻译了，翻译了一点心情都没有。所以才是会到处去实况组的平台PO关卡。可是我看那赖赖与芝芝那关卡，不知道谁PO给他们玩的。他们说他们收到有人什么PO关卡 ID 给他们，他们才玩那一关。哎呦！哎呀！哎呀我呀！哎，我怎么跳不起来？跳两次都失败了。我的迷宫只有两个人过关啊 ！XDDD， 一个是我吗？我觉得迷宫真的很烦。找不到路，然后鬼打墙，鬼打墙，鬼打墙，你就在前面过不了关。但是好险你有跟我提示往下走，我才突然看到试试看那个洞怎么走。其他人玩对哦，你是其中一个。其他人玩他们就没有那个啊，没有你提示啊，当然过不了关啊。多一点人过关，你的关卡越多爱心越多人玩。嗯，为什么会好恶心？脚步吧。需要踩它吗？不用吧。有没有过关？有。有没有拍拍手？我也很犹豫，上楼梯的难度到底要调整成哪一种难度？有一些啊。你看我听得懂狗语哦。狗语。狗语。国语还是狗语？狗语不可以被吊臂抓住过关。三颗星哎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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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应该对你不简单啦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贪心。不要贪心。这根本就叫我去死一样啊！好，不要贪心。哇哦！哇哦！这一关你也是叫路易吉帮你过的哦。支线的不行叫路易吉。支线不行叫路易吉。噔噔噔噔噔噔。Ten coin。
这里上。这个会不会抓我啊？会啊。你过关了耶。一次就过了。一次就过了。还有全部金币要拿到。把他打到，把他打回去。紫色的奇诺比奥看起来就像毒蘑菇啊！打倒一只。红色的才像好吗？红色是毒闪菇哎、欸。哦。这一只我是我是这个我是画很久我才画的。哈哈。真的。不用屁股坐他，然后把他秒掉啊！好狠哦！哦，快点！不想用了、啊。到了，哟呼！今天有两个关卡没有过到。Hello。狗。听一下我的委托，用龟壳逃离独角蛇。就是，大炮会有一些东西出现，跟你说一下。大炮有东西出现，哦，这好可怕哦！这一家死人了。这个真的比较贪心，说真的。不能贪心。手多难啊！差一点！哇，那三十块我吃不到了。还可以这边旋转船，一定要！我忘记要坐着。拜辞。我忘记要坐着。被我儿子骂拜辞，一个小，就是贪玩哦。对啊，一个小。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啊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啊，为什么这样子？所以洪医生，你很像我，对不对？超一个小的。这就是遗传啊！我终于懂什么叫遗传了。
消遗传。没有，你是天生的。没有，我是学你的。哦哟。我这次要吃这个煎饼。我这猫靠的。我不玩了。这这么，你不是说这很简单吗？你也可以抠抠耳朵啊。不爽。没有，不要抠耳朵。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 在玩风花水雪月。风花雪月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圣火降魔录。哦，我觉得我真的很小哎，你刚刚第一次就要过了，然后就一直在干嘛？也小程度是百。给小程度是几级？啊，就是满等吧。那、啊、我嘞，也是满等。对啊。那你？你突破了红镇，你101等。他那是要遗传你呀、啊，然后妈妈就是那一等啊。No Switch, not Xbox. There is a Switch. Xbox 总会做出。But I want to Xbox. Xbox. I love Gears 5. Gears 5. Gears War. Gears of War. 战争机器啊。他今天要公布战争机器的内容。今天要公布。你所有的经历知道。Do you like Gears? 我觉得你应该要。The World Five。嗯，没有揭找不到你藏起来的秘密。紫色的奇诺比跑，哇，粉红色的奇诺比跑哪去了？工头被掳走了。零 JD BNP XXF。紧急事件，决战猫咪库巴。火球的反应在弱，我觉得丢锤子的比较可怕。主线最终 boss 了，这主线最终 boss， 猫咪库巴。重来 ，Hi Lin Joy， 嗨 Lin Joy， 你要干嘛？你在那个金币那边跳下去。金币那边，我加一只哦。
PLS play my map 847，我上载了一关新的了。去我那找。好哦。鬼屋迷宫。Hello， 虽然我看不懂你讲什么，但是我想翻译一下。Hello, my friends. My 有一个。PLS play my map 847。哦。这个侦测起来。希伯莱雅文，如果你不在我的舞台上玩，你就是一个混蛋。我早知道不要翻译了，翻译了一点心情都没有。JD, BMP, XXF, 我的是这个。好，知道。知道。天哪，怎么不救公主，救她啊？真令人伤心。